郭俊安、杨怡和林文龙这天就去到社区中心向老人家派月饼。听说郭俊安和杨怡合作拍剧集《再创世纪》的时候就有不少趣事，即是做你的对手呢，即是好要买保险，买重的保险，同埋即係如果第日邊一個想揾楊怡拍戲咧，嗰、那個對手一定要做好曬防禦措施啊咁樣嘅，即係你就算佢攞招喺隔離，你都要預防佢嗰碌招唔知點樣對你嘅。嗰場戲咧就係咁嘅，我發現佢出賣我，咁我就想行埋去即係制止佢啦。佢隨手就喺廚房度攞咗一碌嗰啲磨麵粉嗰啲棍。咁佢就驚打到，驚打到我，咁佢就攞碌棍自己哼下自己，睇下痛唔痛。我以為飛機木嚟嘅，佢又以為係真係道具飛機木。佢、啊、一嘢就咁樣哼嚟，砰一聲，我話：哇咩事啊？佢原來攞碌真嘅自己喺度哼。咁我話你試下先，咪做咩咁大力哼咧？其實嗰個道具嗰碌咧就擺咗隔離，佢又唔攞攞碌真嘅。另外，唔少觀眾都好期待林文龍可以同老婆郭海瑩夫妻檔合作拍電視劇，唔知會唔會有呢個機會呢？我諗你話如果要一齊拍，我諗個機會就真係好微噶啦。你話如果佢一個人拍咧，其實個機會都好微噶啦。咁因為點解？因為如果你問我老婆要佢選擇拍戲好啊，定係話要陪個女好咧，我相信你揾支槍指住佢，佢都應該係會揀陪個女。